欢迎各位观众来到王者峡谷，我是今天的解说 AI 零二。请做好准备。蓝方控制链很稳定，多个英雄手里都有控制，这阵容配合的好，可以让对面动都动不了。这里 AG 是拿了一个前期阵容，所以前期要尽快取得优势。可以看到双方阵容势均力敌，仅从阵容上看不出哪一方比较容易赢，就看选手们精彩的发挥了。请求集合。规则那么弱，我也就围个点。开始撤退。鲁班前期比较强势，可以试着压线打出压制效果，抢一下河道线，多观察对面中路辅助打野，警惕对面来抓。四级到了就喊队友来压塔，鲁班这类的英雄压塔能力比较强。哇，要搞了吗？啦啦啦，我的眼睛亮晶晶，纠错缠龙变得轻。我犯的可是个美丽的错误。清除错板。为猫猫摸鱼当然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开局到现在，鲁班竟然都还没有一个头，是兵线更加迷人吗？读者的声音可要好好听听。请求集合。这次轮到鲁班。请求集合。要搞了吗？我犯的可是个美丽的错误。An enemy has been slain. 鲁班如果推完对面一塔，就不要继续再发育鲁呆，多支援其他路，换线或者压中路塔。尽量不要走河道中间去支援，容易被抓。压掉三路外塔就入侵野区，抢夺对面资源。万千焦点汇聚于鲁班，鲁班成功击杀掉这条龙，这就是专业打龙30年。比赛进行到4分半左右，双方预估胜率非常接近，可以说是棋逢对手，就看谁能先找到突破口了。敌人截投掷黄牌，将鲁班列为嫌疑人定住，能成功将他拿下吗？蓝 buff 让宫本武藏收走了，这小满二技能用得好啊，这波是成功控到了宫本武藏。鲁班对位细节处理到位，经济拉开了一点，敌人截要小心应对。
否则会被压得抬不起头。这波团 AG 没处理好，人头上吃了点小亏，要注意细节。一星血条快见底了，就尽量不要到处皮了。 Your turret has been destroyed。 读者的声音可要好好听听。默契的提升中。A.G. 的鲁班大师作为辅助尽职尽责，在草丛里提供视野。比赛进行到六分半左右，从金狼队对抗里塔告破，这座塔可真费了 AG 不少功夫啊。鲁班有了红 buff， 也意味着有了 gank 能力。夏洛特这把采取了一个和平发育的打法，以至于三分钟过去都还没有拿到任何人头。这波团战双方都打得非常小心，稳得一塌糊涂。鲁班被敌人截得黄牌定住，对局中可千万别上头，不能轻易给对手机会，稳住节奏，正常发育就行。 AG 情况不太乐观，只能尽量避战，拖时间给鲁班发育，等到大后期鲁班起来了，团战就有机会了。过去30秒里 ，AG 成功将胜率提高了5%，这数据相当恐怖啊！对局中可千万别上头，不能轻易给对手机会，稳住节奏，正常发育就行。鲁班后期打团时一定要跟在队友身边，不然容易被孤立出来，给了对面切后的机会，输出的时候攻击能打到的英雄就行了。时间来到8分钟左右，实时胜率预测 AG 为40.2%，对局中可千万别上头，不能轻易给对手机会，稳住节奏，正常发育就行。外塔全毁，重庆狼队中一塔还在， AG 野区视野受损。AG 发育路二塔被摧毁，视野之灵出现，踩2秒可以激活，能够提供移动视野的补偿。请求集合。哇，喂，猫猫摸鱼，请求集合。工作的一步。哇，要搞了吗？一星强势出击，顺势带走王昭君。技巧满二技能，一星残血了。夏洛特目前的战绩是0-0-2，可以看出打法主要是以发育为主。请求集合。最终是 AG 拿下了团战的胜利，阵亡人数不多，继续砥砺前行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。
击。啦啦啦！我的眼睛亮晶晶，突破缠笼变得精。鲁班在草里蹲人，这荆棘有机会打一套的。纪小满找机会想切 AG 后排。冰冷的打印机，你能感受到角色的温度吗？王昭君接大招，闪折突破，请求集合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。大数据给出当前 AG 的胜率有38.4%，但也仅仅是当前罢了。随着比赛的深入，这个数字还会不断变化的。狄仁杰黄牌碰到了一个鲁班，黑三技能打残了鲁班。纪小满二技能没能命中敌方英雄，这波先手开团有点失败啊，边线处理就变得尤为重要。AG 中二塔已经残血了，鲁班大师这波开得不错，三技能直接精准命中了纪小满。我犯的请求集合唯一的错误。要搞了吗？ Shut down， 请求集合。 An enemy has been slain， 发起进攻。为何那么多？AG 的中路二塔此时已经血量极低，若是不重视起来，这座塔一掉， AG 是要被牵着鼻子走的。鲁班收下这条龙，这波 AG 就告诉对手什么叫默契少年穷，这个时候去找重庆狼队打团是最有利的。AG 现在有黑豹加持，打团是很有优势的。鲁班发育的非常好，重庆狼队现在就看王昭君先手能不能开到鲁班了。哇，喂猫猫摸鱼当然也是工作的一部分。AG 当前胜率是71%，还可以接着看看会不会有什么变化。这个草里充满了惊喜和惊吓。来者都是客，都得好好招呼一下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 好听听。一星大招棋盘框住了一个墨子。Your team has destroyed a turret.狄仁杰黄牌定到宫本武藏， AG 超级兵的兵线给到重庆狼队压力很大。纪小满一技能击飞鲁班，纪小满二技能命中鲁班，还差一下。鲁班买齐六神装，一心求战，磨刀霍霍向朱阳。这波兵线还没到， AG 要等一下了。这波终究还是 AG 技高一筹啊，重庆狼队还是差了那么一点，还得多练练，下次再找回场子。 AG 兵线先进高地了，
重庆狼队中路无人防守，鲁班趁机拿下了中路高地塔。 AG 中路兵线快到了，天为棋盘星为子，一心开大把对方困在里面，这波想先杀人，再点水晶，重庆狼队被团灭了，已经是大事。重庆狼队这水晶的血量急速消失，最终还是被 AG 引爆了。